同志们，我又来到这个晒柴洞。今天来这个晒柴洞这个寺。进来之后呢，看一下它这好像很多地方也在修建。然后它这个大概就这么大。后边是塔，十座塔。他们的这个大雄宝殿，这面种了好多花啊！我上去拜一下大雄宝殿，穿过大雄宝殿，就来到里边这个院子。里边院子是弥勒佛，这也是种了好多花。来看一下，后边就是宝塔。之后，这边是药师五福殿，然后再去看看那边那个殿叫什么。圆通殿，进去看一下，要上去看这塔了。这边是啥？哦，这是师父修行的地方，写着“闲人免进”。去看看这塔。水塔那边是，看看那个八大白塔，五台山的标志，大白塔。那边是菩萨殿，好，我上去了。佛光普照，看一下这景色，五台山的景色，佛光普照。五方普照，地藏。看一下节日，五台山的节日，这是善财洞啊，善财洞。爬上来了，这是四位高僧的舍利塔，后边是好像是供奉的是佛祖。就是这个像的后边，我就跑到后边来了。哎呀，不转了，回去了。
这是师傅住的地方吧，应该是。走了，晒晒冻，拜拜。